朋友再相约。徐瑶瑶，你这个办法真的能行吗？既然你能把月亮吓跑，同样也能把太阳吓跑。那你能快点吗？灰太狼先生，你太没有诚意了。喜羊羊，请相信我们的诚意吧。哎呀，终于完成了。竟敢糊弄本大王，我可是很小气的。灰太狼先生，请别急，我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喜羊羊，你发射信号弹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？为了让时间可以恢复，我希望大家能帮我们一把。一二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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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加油！危险，不要再拉了！村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见灰太狼在这里埋了个地雷。该死的小羊，你们别太得意了。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我灰太狼大王的厉害。走吧，瞧吧，小羊们。终于找到了。有地雷！那赶紧通知大家吧。当是不好了，出了什么状况？灰太狼在这里埋了十个地雷呀、不好了，组长不好了，组长我很好，有什么事就说吧。灰太狼在这里埋了100个地雷。小朋友们快跑啊，灰太狼在这里埋了1000个地雷。小朋友们快跑啊，灰太狼在这里埋了1000个地雷。我埋了1000个地雷。美丽的世外草原，我终于回来了。耶，太好了，在这里我们终于又看见月亮了。村长，为什么这里有月亮呢？因为每个草原都有属于自己的太阳和月亮。我现在宣布，激动人心的羊运会将在这里继续举行。下一个比赛项目选手报到。参赛选手报到。请参赛选手报到。这菠萝是为小羊哥哥准备的。不用了。你回来干嘛？月亮都还没升起来。小羊们全都跑了。什么？跑了？我连个毛都没有留下。给我把小羊拖回来！遵命，老婆。组长，我们藏羚羊有美味的青稞，你就跟我回去吧。组长，你就跟我们走吧，我们那儿有好吃的挂面。刀羊爷爷，
能带上我们吗？不走爹爷，我们可以去你们那儿吗？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灰太狼跟着你们。灰太狼，灰太狼！你们以为能逃出我灰太狼大王的掌心吗？这就叫自投罗网。装死这招对熊有用，对狼可没用。看你往哪儿跑，乖乖的被捉吧。灰太狼，看招！喜羊羊，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这叫玩火自焚！等一下，先吃了你。谁要你吃羊啊？哎，老婆，你不吃羊？去把这些埋了。妈妈，我要吃菠萝。哎呀，儿子危险呐、啊！这不是菠萝，是地雷。老婆，为什么要埋地雷呢？都是为了你儿子。老婆，一千个地雷我全都埋好了。那你现在就把那一千个地雷全踩了吧。现在一千个地雷没了，我们的合作还能继续吗？这样的诚意我们是无法拒绝的。为了小灰灰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为了孩子们的未来，我们不能够放弃呀、啊！是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睡美容觉了。我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看星星了。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了。你们终于可以上课了。儿子，你又可以继续长高了。妈妈，放心，我会快快长高的。太好了，老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。村长，我们回去吧。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。灰太狼先生，再见。等等，再走我可就不敢保证大家的安全问题了。其实我埋了一千零一个地雷，剩下的一个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。你好卑鄙呀、啊！爸爸，你看，我找到了一个会响的菠萝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现在正式宣布，竞技会到此结束。比赛结束了，那我就没有了零食的收入了。
可你的作业到现在也没有完成。我们还没分出高低呢。可你们几天也没有上课了。现在正是青稞成熟的季节，该收割了。知道了，组长。组长，我们走了，你会寂寞的。我不能再自私占用大家的时间了。喜羊羊，下一次的竞技会，我一定会打败你的。好，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美羊羊，我一定会成为羊族里最矫健的羊。别做梦了，最矫健的羊一定是我。懒羊羊，这些零食就给你吧，不过你要省着点吃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省着吃。我会想念你们的。只要我没朋友，那我是什么人？组长，再见了！再见啦！四天以后，新一届羊运会，我们再见。四天。对了，忘记与一位老朋友道别了。灰太狼先生，再见啦！我一定会回来的。